2023年10月首批蒋中正日记出版，蒋友柏、蒋友松、蒋友清三兄弟现身，不少人前来问好。向来有神秘面商的蒋家人，第四代以松柏长青为名。因为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当钱，所以我才有本钱结婚。老大蒋友柏爱家爱老婆形象一度深植人心。2003年，蒋友柏迎娶女模出身的林恒怡，生了一儿一女，婚姻生活看似幸福又稳定的十五年婚姻，却惊爆出轨。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，我们下去喽。2017年底，蒋友柏被拍到与女特助搞暧昧，甚至牵手回豪宅，爱家好男人形象就此破功。以前不是一个艺人，现在不是一个艺人，以后我想也不会是一个艺人。排行老二的蒋友长曾在香港成立设计品牌，外形帅气，桃花不断。2007年与从事珠宝设计的陆敬贤有过一段仅九个月的短命婚姻。隔了四月再婚，对象是大三岁的瑜伽老师郭秋君。至于蒋友松，则是在2002年与徐子凌在旧金山结婚，处事低调。反倒蒋友清近期频上媒体版面，爆出跟十五年感情的妻子有争执。蒋家后代开枝散叶，完全淡出政治圈，但一举一动仍是话题。三立新闻蔡小怡、罗佩玉台北采访报道。